我是郑春茂医生，我是一位家庭医生。现年40岁的家庭医生郑春茂，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自己开设的诊所为病人看病。OK，Hello，OK，OK。Can I see the next patient？ 我的原则就是不要把卡路里浪费在不好吃的东西上。看起来他跟其他医生没什么两样，但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，就是美食博客。Can I see the next patient？You're not going to cry, right? Right, 你快了。虽说是秘密身份，但许多老饕都知道网络上有这么一号响当当的人物。是在外国读书刚回来，来到新加坡就觉得，哎，新加坡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我没有去试过，我就决定啊，把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拍个好美丽的照片，把它放在博客上，给别人也是知道哪里去找最好吃的啊福建面啊，最好吃的啊鸡饭，因为在internet 以上是找不到的。三年前是找不到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有800多个摊子已经登在我的博客上，好像一个 directory 去找好吃的东西。郑医生每天早上看诊，下午1点关门休息，晚上再开门营业。他就利用下午休息的这段时间，和几名志同道合的网友出外执行美食任务。我们今天呢已经约了几位朋友去吃这个竹草，在沙燕润我们要去吃他们最特别的南瓜虾。通常就是有些人他们介绍我们去吃，我们就跟朋友约会了，我们说，哎，听说这个鹿口茶很好吃，我们去试试看了，好吧，我们去在那边聚在一起去尝尝这个鹿口茶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我的看法就是一个人的 taste 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要是你有5个人呢，每个人都说好吃，一定是好吃，对吗？啊，要是一个人说好吃，其他的说马马虎虎啦，这样而已啊。就是说，这个肉骨茶不应该放在我的博客上的。OK， 拍完照可以吃了。It's good。3年已经播了800多间小贩了，现在还是很有兴趣。是因为那个博客我才交的这么多朋友。Look at all the brown room。胆固醇太高，不可以吃这个哈、哦。阿嘎阿嘎之后哈，因为我是医生嘛，本身就是帮人的啊。就我做当医生的时候是帮人医病，这个博客是帮这些小贩宣传，因为小贩是不像那些大间的餐馆是吗？他们没有那个 marketing budget， 所以我是小贩的朋友了，好、哦，免费的就这样帮他们了。那个博客的医生来吃东西，吃的我的东西觉得不错，现在介绍人来，但他介绍人来以后啊，很多人说博客介绍的东西很好，这样又很多人来。那我本来以前呢，一天是卖10多只猪脚而已，有时7、8只，但他来了多一半都不止。虽说是帮忙小贩们，但郑医生还是秉持一个原则做介绍，那就是食物一定要好吃。他平均每个星期会更新部落格3次，每一次都会介绍1-2个档口。刚开始郑医生是单枪匹马行动，但后来加入他行列的人多了，变成一个美食特务团。这群志同道合的饕客经常一起出动猎取美食，只要有人有新发现就会互通消息。I met Leslie in October 2006, so I asked him whether I can join him for the food tasting. So in 2006, we went for
food tasting at Maxwell Road Market, and that's the time when I join Leslie every other week. 就是我在差不多两年前认识曾医生的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哥哥比较早认识，所以他就把曾医生介绍给我，就那时候更认识了两年，就跟他一起去新加坡各地去吃。自认天生爱吃的郑医生，自从设立自己的部落格之后，也爱上了摄影，并且逐渐拍出心得。要是东西好吃，拍的照片就好看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们拍美食的照片，要把那个 emotion， we want to capture the emotion， the moment， 就是我看到这碟rojak 的时候，就觉得那个油条是怎么脆，怎么的味道，要把它记录下来。郑医生认为，如果没有照片辅助文字，部落格写得再好也没有用，因为介绍美食单看文字还是欠缺说服力。你们的豆花是不是这边做的？郑医生每次执行美食任务时，都尽量不让摊主或餐馆业者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当食物送到，郑医生就会根据食物的色、香、味去评定。好吃的当然实话实说，可是如果食物难吃，他会怎么做呢？要是小贩有心要真的要学的话，我就跟他们讲啦。有些呢，他们是不管的，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东西够好吃，然后不要把它登在博客上了。OK。哇，好！完成试吃以后，郑医生就会将所拍的照片输入电脑，连同写好的评论一起上传到自己的部落格，让网民阅读。真实呈现的照片、风趣的文笔和坦白的评论，使郑医生的美食部落格拥有一大群的忠实读者。很多网民一想不到要上哪儿吃，就会到郑医生的部落格去搜寻。我是医生，所以很多人就想，哦，医生一定是吃很名贵的东西是吗？其实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也是吃就是小贩的东西，是习惯了。因为名贵的东西吃太多，你会吃到腻的。但是我们这些新加坡的小贩，鸡饭也好啦，福建面也好，你吃的多久也是吃不腻的，反正也很喜欢吃的。